开始叫做即兴 PK， 那他们会分成两队，来，请左右两边分成两队。好呢，他们待会呢会各派一位演员，然后彼此跟对方呢一起演即兴剧。那演出的当中要必须要讲出各位待会呢会指定一个种类，那这个种类呢会加入他们的台词当中。来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先问大家，来，各位给我一个种类。政党。什么政？政党。政党。对啦，对啦，政党也有很多嘛，对不对？不应该是只有一两个政党。好 ，OK， 古今中外所有政党如果都可以。那他们游戏规则是这样：他们在互相演即兴剧的时候，那这边的演员如果呢在讲台词的时候，一定要讲其中任何一个政党在这句话里面。然后讲完之后，如果呢这时候演员在回应他的时候，那如果有卡词的想不出来，或者是呢没有讲出任何一个政党的名字，或者是讲的政党名字跟之前所演的有重复的，来，各位观众，请各位用出你的手，然后往下比，各位想黄木比，那喊出一个在，各位请说在，那位就挂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大喊在了以后呢，那位就下去跟旁边的伙伴，这个机长完以后，后面伙伴呢就要接续他刚刚没有演完的，继续演下去，直到下一个题目再换为止。他们呢待会话当中呢一定要有这个政党，然后政党只要出现这个名字就好，所以呢很有可能有人的名字叫做民进党啊。然后这边可能买了一个水果，拿着水果上面可能是国民党必吃的水果，不知道。好，请各位呢先给我一个职业，这个职业你觉得有一点危险？哎，请哥哥，有点危险的职业。杀手是吗？杀手，好，消防员 ，OK， 还有走路工，哦，好危险，走路工，好，我们接受走路工，好了，走路工，我虽然不知道危险在哪边哈，两个人当中起码要有一个是走路工，话当中一定要有政党，来，待会如果他们没有这个符合刚刚的规则，各位就再带一次 ，OK， 好，准备好，走路工 ，Action， 民进党下台，民进党下台，民进党，哎。哎，你收多少钱来的？这里不是国民党的、哦。哎，你不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吧？哦，不是啦，我是新党派来的啦。哦，新党派来啊，还好，我是激进派来的，激进党派来的。哇塞，没想到这两位从高层的演员对党派非常了解。好，接下来，哎，请你 Q 高前一句 ，Go！ 还好我是激进党派来的。哦，我是那个政党的啦。大哥。一开始哇，彼得一个人就干掉两个，下面的第二位根本就算是没有出场，是吧？而且我知道他干嘛了，说要讲出一个政党，他就直接说我是哪个政党的，就这样子，这招差点就被蒙混过去了。还好各位好的带，好，一题示范大家就这样了。接下来呢，来，请各位呢再给我另外一个种类，各位应该看到了，给我一个种类。交通工具，漂亮，只要是交通工具都可以哈。来，再给我一个呢，另外一个职业，这个职业你觉得你今天路上一过来到这边有遇到的一个职业？喜剧演员，公车司机。OK， 还有吗？大体化妆师。我今天遇到。化妆师，两个人当中要有一个是大体化妆师，而且化当中呢要有交通工具。好 ，Action！ 我等一下用滑板车去那个帮那个大体上妆，你可以帮我去租一台吗？我这边有一台摩托车，你要不要这样骑比较方便？哦，好啊，多少钱啊？这就是太认真想要租车。到底要回答？好，下一位演员，请继续拢共。哎，我这里有一台摩托车，你要不要骑得去比较方便？不然你开车载人家吗？我溜滑板。那我们一起搭公车。我等一下要去搭飞机，所以我有点来不及。哦，是哦。搭捷运很快啊。你这样，我要叫计程车去哦。哦。好像你很机车哎，你搭的脚踏车哎。我跟你讲，再这样的话，我要开始追艇哦。好啊，你去开呀、啊，我要去开飞机啊，怎么样？飞机。好，你们有掌声，没有掌声哦。
原来还有你这样很机车这种做法。OK， 哇，还好没有两个去这样吵下去。练机车啊，你踩摩托车啊，你踩过过路了，你踩绿帽了，无聊死了。好，今天呢这一趴的第三题，来最后一题呀，请各位呢给我一个种类。什么样的种类都可以啊！再一次呢，我玩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有人说十二生肖就注定他们最多只有十二个字，对不对？还有人说血腥死定了嘛哈！你看第五句怎么讲，对不对哈？来，怎么样？请各位种类，性爱动作，性爱动作，九月份的观众，而且这边呢不是床上啊，就是性爱动作，性爱动作啊，待会是要说的，不是要做的。来呢，我们再给我们一个呢职业，这个职业哦，你觉得很神秘的一个职业？洗碗阿姨啊？什么？洗碗阿姨？洗碗阿姨还有没有？牧师，很神秘的职业，牧师。那边捡骨师 ，OK， 哇，都是跟殡仪馆相关的哈。OK， 来，我们接受试试看牧师好了，两个人当中要有一个人是牧师，然后因为牧师要讲性爱动作一定很冲突吧。演出的话里面要说到性爱动作，哇，看看到底谁比较知道 ？Action！ 哎，进来啦！你这样进进出出的，我很困扰。进进出出有，我像老汉推车一样慢慢推进来，不行吗？哦，真的吗？谁是牧师啊？那你有莲花座吗？牧师，你这样讲就太见外了，我们赶快来进行老汉推车。来，大可爱只知道老汉推车了，请继续。听说来这边祷告要69块，六九。对啊，然后还要上下排哎。上下排是什么话？哦，你这么个传教士，知道了蛮多的嘛。等一下，听说有反应的人，你们听得懂？其他人心想这是什么？后来之后，你们太强了！哇塞！听说你们这间教堂有个后庭很漂亮。这真的要想一想啊，可以玩这么久，高雄的演员不得了。对啊。大。背后庭攻击的，来，请继续。对，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火车便当，要买一个吗？火车便当吗？那请问我可以？好，大家有没有办法？不行了，耶！三十本人变火车。我们下个月不玩这个，因为我们练了好多次，没有练过这种主题的。我也不知道高雄来演员这么会啊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哇！我刚刚真的是长知识了。跟观众刚刚应该跟我差不多，因为不知道该不该笑。然后呢，你们这边笑倒是很快啊。所以对于这些知识不懂的，就问这两排了，他们要超懂啊。OK， 好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即兴 PK。